mesut var. Yani adı şirket var. Sudan'daki剪毛了，别剃了。好，哎。剪毛了，现在还是比较原始传统。不，这也就得用这种，纯手工。纯手工。 像羊毛现在有一个电胎子啊，兔毛它因为这个皮下脂肪没有，面积小，凹凸不平，所以机械化的东西推进不了。哦，样子是应该的。嗯，小电胎子去发明一个，你这个别发明出来，你说？嗯，那接下去了。 像对吧？年龄轻的，年轻的人他不愿意养兔，对吧？这种活现在还有一些我50岁左右的人在干，因为他们不干了以后，人都接不上，所以这个产业就是要必须要科技进步。对对对。要推进机械化、设施化、设备化，要自动化才行。你一般现在是一个独生子，一个小孩，啊，都受过高等教育。 这个这是活没人干了，没人干，这是走哪里都，哪里都搁了噻。咱们睫毛剃毛都没人家干。睫毛，哪个睫毛了？年轻个那分完了呢。嗯，是讲的哟，咱们那个。那得剪剪。要弄了呗，分开，八个人过来。就是这个腿上的。 头上的毛应该是分开的，就是啊，单独的。因为对这个结构都很熟悉哈，拿一块儿，别绞着它，嗯。腹部啊，拿兔子哪里有？以后都成了对兔子的结构的专家，兔子这个骨骼是这样的，这个骨骼往哪个毛怎么哪个方向生长哈这。 再弄得成艺术家了，我看着。看来这个非物质文化。嗯，这青年头。一岁的。啊。人家点子，花生种到剪掉的那种样的。就是要好点点。 好，点两只打剪掉的那拿上来行了。嗯，剪掉两只。哈，第一种好事呀。好吧，你终于处理的呀，那是不是啦？好吧，那还哪里好嘞呢？这个是。呀，红那两只多好哦。做完了。嗯，也不错。所以我们整体的毛比较软，比较软，软软，软软的。就是我们这个哟。
all the time was graded into first grade, super grade, first grade, second grade, third grade. Original type. And off grade. From the people.